每到岁末时刻，碧云庄社区都会举办嘉年华会，有小物市集表演活动，让社区民众一起同乐。理事长刘宏林表示，协会开办各种学习课程，广邀社区民众参与。岁末年终有一个展演的舞台，让大家来分享学习的喜悦，也可以促进社区乡亲友好情谊。每到岁末时刻，碧云庄社区都会举办嘉年华会，有小物市集表演活动，让社区民众一起同乐。理事长刘宏礼表示，协会开办各种学习课程，广邀社区民众参与。岁末年终有一个展演的舞台，让大家分享学习喜悦，也可以促进社区乡亲的友好情谊。碧云庄其实从工作会时代就有嘉年华会的一个历史，所以呢，每一年都会举办，让家家户户有机会共同参与的一个快乐时光。那所以呢，今天也有市集，然后让很多社团的朋友都能够来参与他们的展演，因为很多人都在平常时候练功练武的，所以能够让大家有欣赏，还有他们有舞台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今天的市集也是希望各个商家或者是二手市集，大家在有自信跟没自信中互相扶持，然后可以彼此看到很美好的商品，然后也可以互相知道二手的价值跟在地循环的一个意义。那所以今天老中青少幼都在这里共欢，那我们期待有一个美好的一天。云市集有很多精致友善的特色商品，让社区民众可以来买好康，还有摸彩品等民众把大奖抱回家。接下来是一连串精彩的表演节目，棍子舞、手语笛声、嘎铃案舞蹈班、碧云庄魅力排舞社、深紫乐集、水源社区舞蹈班，还有慈济高中的国术，以及印尼共学团黄金宝贝舞蹈等。一个下午热闹的演出，让碧云庄充满了欢乐气氛。记者会华视报道。